我是公共列车长的109年7月25号。7月25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一线士林站，8:18出发车是往达安的高架上，刚刚开始转列车，在士林站开启车门，准备关闭车门。刚才完了，下面先把咱们这大就刚片的两百倍，刚大的高电系统，刚的时间，那车C38，车号3252，谢谢哥哥，再见。